我是公路快递的车长呢，不好意思，一年5月23号，宜兰站哦，10:21，所拍的是4194，头村发车进往宜兰县开往苏澳。我用800行为要签的，用85条826为要签的，4194，头村发车进往宜兰县开往苏澳。和宜兰800行为要签的，在宜兰站行哦。好，谢谢哥哥，让下面的妈咱们多多点我们的，一起逛好没？我刚花了我7分钟，快速解决掉一餐两餐。那家真的还不错吃啊，对吧？之前上次有来 ，C94次站，原站关闭车门。好，驶离。妈妈再见哦。我下面的妈咱们多多点我们了，一起逛好没有？然后支持大家，拜拜。